刚好我们国际重他社呢，到目前为止到今年是刚好100年，那也借由这个100周年的活动，然后结合这个捐血，然后让更多的青年可以这个投入这个捐血的行列。实际上呢，每一个摊位呢，都我们都会捐出这个20%做公益。那我们的这个董社，我们社团台中二社这里呢，这个所有的费用扣除之后，我们全数都是捐出去。尤其我们从他在这100周年里面，提升妇女的健康教育不遗余力，所以今年正逢从他100周年。台中二社在社长和社姐的支持下，能够有这个活动是很有意义的。重他社是一个100年的社团，而且我们多数是以女性为主，所以我们每一次的公益活动都是从女性温柔的视角为出发点。当然每一次的这个活动呢，我在想我们的社姐大家都是同心协力，然后非常热血。大家讲520是一个今天台湾的那个公益日、捐血日他们提前在今天5月19提前一天来办捐血活动，我觉得是一个我应该要来响应。那我都开玩笑，他说你怎么都没有比较老，我说你就固定2个月3个月去捐血就不会，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对健康是好的。对，只有健康的人才可以捐血，所以能够捐血绝对是对做好事情，也是对自己好的事情。对啦，肩后、膝盖后，一直砍，啊，看你们阿妈抱你们老公阿妈，看起吼一个来关出去，然后做社会爱心的活动。通他社哈是国际社团哈，那关怀所有的这个我们的所有的民众哈，不遗余力哈。那我想从他最主要就是集结我们妇女的这个所有好朋友的这种力量哈。那各行各业的妇女她都非常有成就。那透过捐血活动也是庆祝我们100周年哈，从他对社会的一个使命跟付出。哇，时间30分钟，